哎呀，市场部的激励大会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高总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给你个惊喜，我刚刚通过收购散户股份，成为李氏新任的董事。这三家证券公司都是李氏看不上的小公司，但他们和我一样，爱拼才会赢。目前高木高总所持有和代持的李氏股份超过1/3，合法进入决策层，而且收购带动李氏的走高。当然，这也可以看出李氏给予市场的公平性。高总，您随便，我们继续。希望我们所有人都继续努力，希望去团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。高总，这次李氏的收购行动，林姿成为最大股东，请问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李氏集团是一个潜力无限的企业。我有信。高木这件事影响太坏了。爷，你和我还有几位叔叔的股份，虽然已经超过了一半，但高木个人股份已经超过了我。如果您能把您的投票权授权给我，我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。别指望我，我是不会插手的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。李董，您真的不管？这种情况，他要是守不住李氏的话，那以后李氏也一样会败在他的手里。打电话给他。你都看了新闻了吧？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这么大的动作，你别忘了我的警告，你不要再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。